尿尿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Hello, Hi, I'm Kevin。爹爹啊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回新加坡，我最喜欢就是妈咪呢都会去菜市场买好吃的海鱼给我吃。对，我妈咪在新加坡一定是用好的海鱼。石斑鱼、墨鱼，这是好鱼哦。对。可是他不知道，新台湾啊，其实养的鱼啊，好棒哦，可以不输给海鱼嘞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去采访的这个鱼啊，是深海的石斑，竟然台湾呢是第一个成功把石斑养得这么大，而且很成功哦。对，你看那一天啊，我要去抓，其实啊都抓不动了，一个人大概超过50斤哦，然后它很滑。那个李大哥还说挖来挖来，因为哈这个很贵重的鱼啊，就他说美赛美赛姐啊美赛爱能爱来某哎，两个人一起抱。其实我现在才知道，在日本呐、啊、哈、嗯，这鱼很鲜甜，很好吃、嗯。他们在日本是一种补品哦，那个补品像香扑啊啊、哦，那个摔跤啊，拳击手，那个 boxer， 拳击手对。他们一个礼拜前啊，赛前都要吃这个来增强体力。那以后录影前你也吃石斑好了，可以增强体力。不晓得会不会变那个龙胆那么肥哦。嗯，而且听说那个理事长啊，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养不同鱼，到这养这个石斑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是重质不重量。嗯，有时候一个池里面啊，只能养能60条哎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很大，要给他空间。种鱼。种鱼。他要空间，他要。软这些然后我觉得他给我看那个软啊，软根本就是细到不能细，小小一个看起来有没有结果呢竟然长成那么大的鱼。 我很佩服台湾人的精神啊，就是台风来不放弃，继续再弄高一点，再继续过来几遍，再起高一点，过来几遍过来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石斑呐、啊、，yes， 真的是。今天其实哈，我们的锅子很小，我们就要拿小条的给我们就好了。对，对他们来讲划不来嘞，因为这个鱼可以养到，这等于是他们的鱼苗啊，小鱼苗超过50斤，然后卖给香港，卖给国外哈、哦。哇，这样一条都可能几万块，可能3万多、4万多块。那我们叫他给我们小的，大概2斤多的，其实很可惜，他可以养很大，可以卖到几万块。这个这样小条对他来讲划不来。OK，那其实这个龙胆石斑哈、哦，你看它的胶质很够，你看哦，这个还比较小哦，这个、比较小条，像这一条你看哦。这个我等一下再来剖哈，那你看这一条，哇，你看这个胶质，胶质掉下来，你看，咻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只有它的 fin 而已哦，不小心，好，然后这个呢，你看这个，哇，你看它的胶质，你看，看到黏黏的，嘴巴，这是胶质。很 fresh， 那最重要的，我现在才知道哈，如果开刀的人哈，就是要吃这一边。因为呢，这边常常啊鱼会撞伤，可是它修复很快，可能撞伤一个洞，可是它很快就修复，所以它有修复的能力，自己修复能力很强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人开刀啊补啊，要吃这边。难怪你说相扑选手要吃它的，先把那个能力增强，修复能力会比较好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？我们今天要做酸辣柠檬石斑鱼汤。好。然后呢，再来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其实哈、啊，老板香芹烩石斑，对，因为老板有说，在香港哈、啊，他们很喜欢去鱼片啊或鱼丝去炒芹菜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给你一个健康的方式，等一下我们先做。先做冬阴，好，这个我喜欢。应该没有人用那么高档。是啊，今天现场我们在备料的时候，大家就说哇，那么高档的那个酸辣鱼汤。好，那我们哈，其实这个鱼头可以用。OK， 我先用这个鱼头哈，因为我这个杀好了。好，你看这个多硬啊！好，好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个 fin 也是很好，我们就是，这也是很好啊，煮 fish。然后如果你要吃这个肉，哦，那不要让它那个哈，你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吃尾巴一点。尾巴一点可以。你就切一圈一圈。哦、OK 很美哈、哦，再来一圈一圈，再来一圈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冬阴哈很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有够它的食材才会好吃。然后这个像鱼骨头啊，可以拿来煮它的甜分。OK，
好，你把它穿烫好。我今天是用鸡高汤，再加上这个甜粉，哇，这个营养够吧？好，先把香料干炒，干炒一下，啊，还有咖喱 ，OK，OK，、okay. 像柠檬香茅，像这个南姜。都具有祛风跟除湿的功能。OK， 其实这些味道，因为我拍的很那个哈，它味道很快就出来哈，也不要太重口味。OK， 那我们就哈把它用这个 lemon grass 炒一炒。你的辣椒不见了。辣椒啊，你怕你太辣，所以我先拿起来，最后再加下去。Okay. 你是找茬的了。我怕你不联系。刚才你不是说哇辣辣辣？对对对，我是很贴心的人哦。听到这句话，我赶快把辣椒先收起来，然后把这个烤一下，哈、OK， 这样子哈。基本上那个石斑它没有什么油，但是胶质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加一点洋葱。也是可以。加一点洋葱哈，那如果说你炖的时间哈很快，因为这个鱼哈，那我们可以切一半就好了。在泰国哈、哦，他们习惯哈、哦、用小的 shallots。那我今天用洋葱哈、哦，增加它的一个甜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加鸡高汤喽。哇，关门。OK， 哇，好。我觉得这种煮鱼汤的方式哈、哦，很不一样。跟把汤一直滚滚滚，然后再把鱼瞬间丢下去，有没有？那个鱼肉比较容易下到。对，那我们因为我们是大块烹煮哈、所以我这个豆腐那个这个也是转大火吗？对，转中火哈。然后这个番茄 ，OK。那如果像麻，我们这个很特别，我们用这个柠檬叶，柠檬叶哈。那柠檬叶，如果你不大喜欢这个味道，哈，那你就不要先放。那如果像我们喜欢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剥进去，把它撕进去，让它有一点那个 lemon 的味道哈，这个新鲜的叶子哈。那 Claire 现在在弄 lemon juice， 等一下最后还要弄 lemon juice。然后这边很重要哈，泰式的哈少不了香菜。那这个香菜的这个根哈，这个 stalk 很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拿那个 stalk 拍一下，给它炖在里面。OK， 然后呢？秋葵跟这个白金灵菇哈，等一下很快就熟了，等一下再下，所以我让这个先煮个三分钟，等一下我们再下那个。好，给它滚了小火，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 fish， 龙胆石斑，它这个鱼啊，它 Q 的，很鲜美哈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我不像一般的他们要把它切片或切丝去炒西洋芹。OK， 那我今天呢就给它皮还在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哈先抹一点盐哈，很少，因为我今天要有一点豆瓣香的，一点点就好了 ，OK， 好 ，You see， 你看这个鱼是不是这边厚这边薄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呢这个鱼呢这边切深一点，切到剩下底下可能还有一公分。这边切不要太宽，然后也深一点哈，差不多大概2公分距离啊。你是说不同的厚度要切不同的深度、啊？对，因为这边比较薄，你就要切一点点嘞。好，那这边哈、切到底下剩大概1公分 ，OK。那这边是越来越薄 ，OK， 所以这边就不要太深哈，这边也可以宽一点。好，不要让它太快熟，宽一点，宽一点，可是再花一点点嘞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鱼啊很特别。不切片去炒，不流失营养，因为太健康的鱼了，太好吃的鱼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自己做的豆瓣酱，下次有机会哈、再教你们怎么做。你看哦，这炒得很干爽，有没有？我们要把这个自制的豆瓣酱抹在里面，抹在这个肉片里面。等一下你在煎的时候啊。这个豆瓣的香气会进到你的鱼肉里面，
OK, Mom, yes. Special. 这个自己做的嘞，你要 try 一下。嗯，这是豆瓣酱。对。Good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就比较 shallow， 可以吃到不同层次的味道在这边。对，那如果说你的小朋友不敢吃辣，那你这边就不要抹豆瓣酱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有姜有蒜，很多。今天很特别，我们家这个哈，常常客人来哈，喜欢知道我们喜欢食材，所以这个叫什么笋？这个是桂竹笋，嫩的。桂竹笋，我们用它的尾端。那你把它的尾端这边呢，你可以剥丝哈，来炒菜，炒芹菜，这样剥一条一条。哦。当然不要那么长了哈，两半。等一下我们炒芹菜炒在一起。OK， 好，这个把它剥丝。好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就用这个 tip 比较细的哈，那你就是直接塞。OK， 好，那比较肥的就可以切一半，来把它这样塞。好，我来塞。你来塞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要来煎，今天煎这个鱼哦，有这个鱼皮保护着哈，那会更甜。今天用什么油呢？那个真的懂得研究哦，那个那么好的鱼的人哈、哦，他们就会把它鱼研究得很好吃。他说，如果煎哦，你一定要用猪板油，或者我今天有高档的哇，我们用鹅油啊，因为哈、哦、那种肉的油啊，它会比较甜。我们来煎这个鱼哦，它更甜。尤其肉的油耐高温，那当它耐高温的时候，你的鱼的油不会变质啊，就不会有吃到 over， 就是过头的那个回锅油。好，好了吗 ？OK， 这样不错。Okay. 好，那我们放一点油哦，来，因为今天的龙板石斑的那个皮没有什么油哈，那我们等一下还要炒一些菜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今天只要煎一面哦，所以我这个锅子哈、哦、不要太热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 fish 放下来。这样子。哇，太黏了，连拔这个出来就很难拔。好。OK。好，然后再来一片。哇，这个鱼哦，高档哦，在家里自己吃高档的鱼哦，真的不要糟蹋这些食材，因为养鱼的人啊也很辛苦。那好的食材，我们就是把它煮健康。OK， 好，这样子是比较健康。对，你如果说一片一片去过油，哇，那好可惜哦。或者先拉油或穿烫，一般是用这样的方法。可是在这边我们却是用，哎，你这个方法是怎么来的、啊？没睡觉来的。没睡觉。昨天到凌晨五点多都还没睡觉，就是在想怎么让它健康化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汤，这个汤哦，也不要让这个鱼过熟。OK， 哇，我已经闻到好香的味道哦。嗯，哇塞，如何？还没加柠檬吗 ？Very sweet。没有，我加盐呢。来，还没加盐，可是食材好。嗯、哇好，好鱼。对，加好汤，好过瘾啊。好，那我们要调味了。对。我们先放这个再来调味哈，放这个白金灵菇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放秋葵，秋葵。所以有时候在家里就有买到好的食材、新鲜的鱼货的时候呢，吃鱼汤不要总是只是姜丝鱼片汤、葱花鱼片汤，其实你是可以像我们用这样用多元的食材，做成一个很丰盛的一个酸辣柠檬鱼汤。That's right. OK. 好，那我们那个把这个秋葵啊，哇，好健康哦！你看这道菜，有蔬菜，又有那个番茄哈、哦，会增加它的鲜美。OK. 好，那
再给它大火滚，然后这个秋葵跟金灵菇哦，大概两分半就 OK 了。那这个鱼肉当然哦，我们不要给它过熟哈、哦。这个鱼肉，哇，你会看到哈、哦，它的这个胶质里面哈、哦，好像有那个肉的筋这样子 ，very good。OK， 好，再给它盖起来，不要让营养流失。给它大滚，再给它两分半。OK， 那这个鱼呢，我们只煎一面，因为你不能翻面，因为你有抹那个豆瓣酱，对不对？豆瓣酱一翻面哈就烧焦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个给它要可能四分半，当然要看它的厚度，到五分半这样子。OK， so what can we do now? Very easy， 这个好，这些芹菜。鱼跟芹菜很搭，那我们可以配搭一点这个甜椒，还有辣椒片。辣椒片 ，OK。那当然你要放一点那个 tomato 也蛮适合的哦。嗯，好，也可以加 tomato，OK、okay?。那这个鱼哈、哦，它有那个胃，胃，我们来放下去啊，这个胃。他们又叫鱼的肝啊，哎呦，会游动。这个刀好像还有吗？我们来炒在下面。OK， 好。那肝你要直接煮，也可以放下去。来，OK， 干呢 ？OK， it's OK， 够了，好。那这个笋呢？我刚才有说过，你可以把这个笋啊剥下去炒。OK， 这个笋哦，那个台湾很多笋哦，我觉得客家人蛮爱吃笋的，好吗？我们喜欢吃桂竹笋。桂竹笋，笋干。OK， 这样这个鱼就很健康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，fish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一点 fresh lemon。让它的汁给你 ，OK， 醒一下吧，每天都那么晚睡。来，我们丢一点，我们加一点 lemon juice，OK，、okay? 好漂亮的一锅汤哦，哇，很香，太棒了。这种是很清爽，完全又不油，尤其这个石斑，我发现它连煮鱼汤也不油腻，它没有什么油脂在上面，所以它喝这个汤是很清爽的。OK， you want to try？ 对，来加一点鱼露，加一点鱼露，最后我们再加一点鱼露，这个是那个金门，对，红曲高粱酿的，红曲高粱酿的鱼露，嗯 ，OK， just a little bit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看它的这个。这个鱼啊，那个胶质，你看鱼头，看鱼头，这块好好吃啊！你看它旁边，你看它旁边还有肉呢。每次我们只看到吃到它一部分，因为它太大了。你看今天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龙胆石斑那种感觉，一片一片的嘞。这个给小朋友吃，好好哇塞，嗯，我这样，嗯嗯嗯，看起来好细哦。好好吃，嗯，而且这香太棒了。这个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ish。OK， 那原则上呢，我们这个煎它，龙胆石斑很少人拿来煎，大部分都是拿来清蒸。那因为他们觉得高档的鱼呢，啊，就炒的有点可惜。哇 ，beautiful！ 你看，我想翻一片一下。好。那现在把其他的，把笋干放旁边。OK， 好，加一点点，而且搭配这个很纯净的鹅油，香气不错耶。对，然后呢，你要一定要等你的 fish 啊 OK， 你才可以加，拿一些辣椒片，甜椒在底下，甜椒来这边。OK， 因为这个甜椒也可以生吃了哈。Beautiful。最后呛一点酒。一点酒。
下哦。嗯，来点酱油，来点酱油香。刚忘了爆香蒜头，没关系，其实它这样就很香。好，把它盖起来一下哈。那我们最后呢，这个汤呢，把它上一点香菜叶子。耶、yeah ！好，再来回顾一下酸辣柠檬石斑的做法吧。放入南姜片、去籽巧克力辣椒、大蒜、擂过的柠檬香茅、鱼肉，并加入洋葱、鸡高汤、牛番茄、柠檬叶、香菜根煮五分钟，再放入白金灵菇、秋葵煮滚转小火，煮两分钟后再加入柠檬汁、鱼露，最后撒上香菜叶，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佳肴就完成了。那我这边的 fish 啊，我来看一下，好香哦，它只有柠檬香，还有一个香料的香气，好棒哦。好，我们把它的这个拌一拌， OK， 那撒一点那个盐给那个菜，其实芹菜也有点咸度，一点点。这样子还要再加豆瓣吗？对，不用了，看个人的口味，然后一点黑胡椒，再芹菜。哎，这样上桌就很好吃耶，高档的龙胆石斑。